简单测试一下，这个是三伏电池，两节，黑色是公共线，红色是瞬间电压，黄色是持续电压。那现在这是持续电压。测试的时候是要用手轻轻顶一下的，因为你安装回去的位置就是用手顶一下的位置。这个可以记住的。好，现在测试一下瞬间电压。现在就是刚刚是错误的示范了。轻轻顶一下，它就会自动吸了，已经吸住了。再试一下。这个是没有万能表的情况下简单测试的，想准确一点呢，就用万能表。那量一下电阻。持续电压，持续的电阻一般为600欧姆左右，瞬间的话就低一点，一般只有6欧姆左右。这样就可以测试电磁阀的好快了。因为这个安装回去的位置